大家都私信问我，丙烯马克笔跟普通马克笔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普通马克笔画上去的样子，这是丙烯马克笔画上去的样子。普通马克笔透纸透色，丙烯马克笔干净整洁不透纸。普通马克笔不能当高光笔，丙烯马克笔可以当高光笔。普通马克笔不能叠色，丙烯马克笔可以叠色。普通马克笔不容易洗掉，丙烯马克笔容易洗掉，还能画在各种材质上，好用。